我去开门。谁啊？谁啊？您好，1909，您点的水果到了。您好，先生，您点的水果。我没点水果呀。小慧啊，是你点的水果吗？我没有啊。那你让他拿进来吧。哦，好。啊，给我吧。好，谢谢啊。我就是觉得，我不希望你一个人太辛苦了。那你走了，我不是更辛苦？我要是到了东北，我这工资就能上扬，那我们家的日子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？只要你想做的我都支持的。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太小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老爸走了正好给咱们腾地方，对不对？我可事先声明啊，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侵占我的私人空间，我还是要回来的嘛。累不累啊？我给你按摩按摩。嗯，哎呀呀，不用不用，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，送你一个小礼物。我老了，嫌弃我了？放心，有我呢。你呀，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，好吗？我去开门。谁啊？谁啊？